哪个？那一个啊。这个啊。哎呀，背死你了！不对，对角。就是这个角和这个角对齐呗。对。那你帮忙铺个被罩，热死了，还不如我治你呢，背死你，真背。那你耐心点教给我呀，我这不是大姑娘上吊头一回吗？你不要弄那里，你看看那边呀。这不来了吗？着啥急呀？得让你愁死我了。行，铺好了，别生气了，缝吧。三四好几了，也不知道你还能干点啥。需要我帮忙就干，不需要帮忙我就走，别在这里人身攻击啊。来，给我量一下长度，剪掉。怎么量？就放这里啊。对对对，好嘞，就到长度就行，剪掉。现在天凉了，他俩晚上睡觉需要盖被子，帮他缝个被子和疯狗似的。我还是离开吧，免得他一会儿乱咬我。谁是疯狗啊？给你倒水，好好干哈。来，大老师喝水。还算有点眼力劲儿。这会儿缝的挺快呀，就这个针脚是不是有点大了呀？嫌弃你来缝。嗯啊，你这被子给人家缝的不一样啊，人家被子不是应该在这个被套里面吗？刚才我让你给我套上，你给我套哪里去了？你让我给你帮忙扯被角，你又没让我给你套，你怎么怨我啊？不怨你还怨我，烦死了，辛辛苦苦套的。还辛辛苦苦呢，算了，你别缝了，我还是给我丈母娘打电话吧，让她来缝。救命啊！我还记得去年和被罩缝一起，今年可好，被子就没进被罩，还怨我呢，这还有说理的地方吗？阻挡啥呢？过来帮忙。哎，媳妇，住手！你看你刚做的美甲，你还得别干了，等我丈母娘来，我丈母娘干。你是嫌弃我干的不好呗？不是不是，我是心疼你，别伤了你的指甲。哎妈，你终于来了。哎，那我慌慌凉凉，我得叫他叫干活的来。还不是他嫌弃我干活不是那个样。我不是嫌弃你，你冤枉我了，我是心疼你，我不让你干。明明就是嫌我笨。多大的事，来我走。你也别生气了，快点去帮忙吧。妈，真不是我嫌弃他，刚才他缝的时候就没把被子套进去，直接给封上了。没把他封被子也不管好。行了，你别在这里告状了，赶紧跟他妈抿嘴去。你打我啥？你打我啥？还是我妈封的好呀，这针脚多漂亮。你还说不是嫌弃我？心疼心疼，不是嫌弃。你怎么这么多事儿？他心疼你不好吗？就是，你们这里好好学，明年就是你自己完成。还说不是嫌弃我？还让我学，还得嫌我弄得不好呗？救命啊！打雷了！你学。